可能提前开，这就很蛋疼了。像，妈的，昨天愣是打到一点，比赛才结束。老子昨天打完了，我操，差一点就晕倒了。昨天是9点半的比赛，10点多才开吧？9点半的比赛。他这个是有点不科学，只晚开不提前开，是有点不科学。你要么就都很准时算了。乱战先锋，乱战先锋怎么玩呀？瞎逼玩，乱战先锋就是正规的 DOTA，哪个英雄厉害啊？就是正规的 DOTA。正规 DOTA 哪个英雄厉害吗？你哪个英雄厉害就玩哪个呀？你哪个厉害就厉害呀？你掉个 PA 不是屌吗？你上来爆呀！呀！你到处做报告，这个我好像看技能流的。哎，我掉了，我 DOTA 掉了。啊？等我一下，所以们等我一下，我关一下 OBS。蓝猫。蓝猫虽然不厉害，但是他能抢装备呀、啊。我们师兄弟 OB 师兄不能输吧？OB 师兄不好说，不好说。我输吧。OB 师兄不丢人。蓝猫虽然不厉害，但是他能抢装备呀、哎，啊。龙神，你别骗我，PA 真的厉害吗？开玩笑的。哪个厉害？我水人被抢了。哎，屠夫被抢了。妈呀！哪个厉害？记得有个英雄很厉害，好吧？我水人被抢了，我日！拍拍应该有点声音吧？这种图。我小强很有声音的，很恶心的。TK 也被抢了，我操！小强都能有声哎，音，小小，我记得小小还可以的。小强可以。可以，小小。小强恶心，A 到小强埋地堡，你看看玩不玩？不是，能秒人的英雄就厉害。地堡哥能不厉害吗？我操，埋在那里。妈逼，老子差点真的选 PA 了，我操，这个 PA 点出来得多僵啊！哎，为什么是10个人打？我记得这个图不是12个人的吗？16个人，他只能看到十个人。杀兄弟们，杀！我操，哦，改了是吧？操，有人秒了。咦？听说在中间经验多，我操，三波，哎呦，你们他妈怎么快我一步啊？这逼踩陷阱差点死了，啊，你这逼手贱了，啊，哎，这谁啊？还有陷阱，你先别踩啊，再冲进来，哎，不是，怎么玩的跟之前不一样啊？改了。钱，哎呦！别搞了呀！哎，放电！这逼卡想杀我，老哥们！别急，他们错了。能 A 他一下吗？A 不到，A 不到。哎。哎呀！老哥们，我到现在还没捡到过金币。我操！我操，有个大砍刀，你妈了个大逼砍刀的！好野啊！哎，我怎么回不了血啊？我操，大砍刀！哎，出装备了，老子没状态，怎么办？赶紧拿！我没状态。呀！我那么久呀！我去你妈的逼！哎呦，这哎呦！老兵拿了个狂战。你还被嘲讽了，好像。我死了！哎呦，好气！我来不及了。
Raptors play。哎，完了完了，哎呦，哎呦，五六六，五六六。哎呦，没跳到，没跳到，跟他妈智障一样。哎呦，我忘记买魔棒了，老子想起来了。你他妈跳到，跟他妈智障一样。哎，罚站水人，我去你妈的！哎呦，给背给背！我操！怎么反补了卢克斯？我操，这个砍刀是什么鬼？打画像干嘛？啊！我以为他妈敌人呀！兄弟们，杀杀杀！哎，刷！哎！哎哎！老子被那个傻逼卡！操！老子捡装备的！啊！哎，崩了崩了崩了！妈逼呀、啊！这罚站，操了吧！这罚站，这罚站好恶心啊！我操，出林肯，这被恶心吐了，吐了！这个水人真对我呀！这罚站好恶心，龙神，拎好久。这个逼真对我，我操！啊，罚站太恶心了，罚站，受不了。还瞎瞎是我自己人啊，杀杀杀，跟着我杀，哎呦，这傻逼又把我罚站了，不是他妈，我操，妈的人头被抢了，五六六，哎呀，哎，谁龙山，我说他可能不行，这个水人是针对我们几兄弟的，他谁都不罚站，就抓着我们打。是呀，他无限打他打他，他出来就秒他，抓着打。妈了个逼！刚才有一个两一百血都不到的卡在这脸上，他不杀他就罚站我，老子真是操了，抓着打，很生气。哎呦！我操！啊，这蓝猫捡不到装备就是个废物呀！哎，多了个小小恶心波。哎，这个老逼，我操！怎么了？这小小好恶心，我是他妈！老子又被他罚站了。杀他呀！他出来就杀他，所有技能先把他秒了。这个老逼针对我们 OB 几熊，你知道吗？学个罚站。是他妈的好贱啊！好贱！多了小小恶心的一逼，我操他妈的！这谁他妈看我一出来他就罚站老子，老子操了！哎，这逼他妈的！乌瑞克斯，哎呀，光头强！不是你妈人头被抢了，我操！哎，你看这个逼，你看这个逼，我操！干水干水，妈了个逼，我日他妈的过分了呀，老哥，水人水人，我干了吗？干了，老逼老逼，喜欢玩针对，哎，不是你妈老抽我来，光头强，我跟你们说了，这是小强恶心的一笔，我一直被他恶心，你知道吗？光头强。这个逼过来绝透我了，我操！这个老逼。
打他呀，这个老逼水人，老逼水人，这是不是？哎，老逼水人死了，了呀是你。我操，我没到。他们是不是全在打我们这家？我没看错的话。哎，哎，我怎么死了？他们是不是全在打我们这家？落后六个，一米多28个，我们22个。哎，光头强，你看这傻逼不把他干了吗？干谁？干谁？老逼。老子没动，老子还在罚站我。哎呦，这个老子光头强好恶心啊。哎呦，没蓝了！哎呦，说了吧，这小跳跳贼鸡巴恶心，你们不信？你他妈自己又不玩，你玩呀，五六六！我想玩，你知道吗？我怎么我觉得佛也挺恶心的，但是哎，我怎么捡不了装备啊？这是什么情况？还有个啥？这是谁穿的？这是真的他妈恶心！啊！打到这个水人都死了，老逼打他们基地去！基地不行，基地不行，老逼活了，他好生气，先走。哎呀，罚站了，罚站了！先走，好生气他。哎，满活杀他，老逼，老逼跑了，死了。妈了个逼，宙斯兄弟，兄弟！哎，就看这个逼，水人抓打，老逼，老逼，抓他打。哎，捡不到装备，我去你妈的，好生气！累了呀！哇操！那你怎么这么肥啊？兄弟，这职称不应该啊！我也不错，我也不错，好关键！哎，哈哈哈哈哈！我操！我操！我操！哎呦！
输什么呀？哎，我没到，操！哎呦！你们追谁呢，老哥？光头强，这个装备我捡不到，我退了，兄弟们。哎呦！赢个鸡巴！我操，差两个！你们这帮废物，老子是操了！杀了十二个，很丢人吧，雕哥？雕哥九个还行吧？妈的，没赢呀！我就输了十一次呀！没赢呀！老子被针对了！老子被光头强搞了，我跟你说。我被水人抓着罚站，你是不知道，老子真是操了！这个哎，比赛开了，VG Go 对的 Face 刚刚好。备用时间。小狗这个英雄很稳，但是 Face 是技术 TB 好吧？小。TB 克小狗 TK 克 TB 对这一手 TK 又有讲究了好吧前两手 VG 哥还是拿得非常不错的这 FL 这边拿得也好呀是吧土猫加 TB V 机构也是办掉了 TK 比较怕的像发条和小强这个 TK 点他是很精髓的蓝猫 TB 蓝猫克 TK 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克来克去看看 Face 怎么拿这手蓝猫虎猫东单就是蓝猫呀然后还有远程的酱油，危机间还需要打 TB 的，一个 TK 打 TB 不够，还需要能打 TB 的英雄，比如说军团指挥官、双头龙、斧王什么之类的。表弟比较喜欢打三号位的双头龙。选人马，阵容看似非常扎实，三合一出来，这三合打 TB， 这三个英雄如果给 IG 那就无敌了呀。小狗 TK 加人嘛 ，IG 无敌组合，机枪兵 TK 逼神小狗，小学生人马 ，VG 勾这三个应该也不丢人吧？还剩五秒 ，VG 勾现在需要补输出酱油，我感觉输出不是特别的高，可能人马踩到 TB 就这一手控的话秒不了 TB 的，被他换出去。大圣还在，会选大圣吗？蓝猫，蓝猫克 TK。还是来了。VGJ 要不要拿个亮啊？可拿亮了，好吧。VGGO 需要补控，补控补爆发。小狗也非常需要车。蓝萨尔，萨尔也可以。补控补爆发。还剩十
萨尔一票，还剩五秒，莱昂隐刺，莱昂隐刺也可以。小狗这个英雄线上强，不需要特别强的酱油保他。哎，这把有大圣呀 ，F 还不能大圣吗？大圣打对面阵容一般吧，一般吧。感觉团战是很扎实，但是有点笨重啊。对啊，这个蓝猫要处理的呀，你靠人马踩蓝猫。F 二的英雄啊，最后一手。大鱼。还剩十秒。肯定要带控，现在控不够。不是啊，对面这阵容是推进阵容啊，要来点 AOE 吧，哥哥们。TK 啊，守塔就靠 TK 了。我感觉爆发不够。守塔靠 TK， 打团靠 Warlock。想得太理想化了，我觉得。我感觉这个 TP 只要成型，秒不了他，被他换出血炸了。人马一手踩，哪能控住 TP 啊？打到后期 TP 还有 BKB 的。所以 FI 这个英雄要带控呀。四号位带控的不多呀，不可能再选亮了。乌洛克点出来了，大鱼啊，大鱼 ，SK， 我的大鱼没 SK 好 ，TB 不怕捡甲。还剩五秒。备用时间还剩十秒。这边是半零手赏金。喂喂，老铁们在看哪一场？VG GO 打 Face。OK。是第二轮吧？对对对。老哥起来了，老哥。刚开一秒。别起来起来。心服刚开一秒，点击就送屠龙刀。点击就送，点击支付。备用时间。还剩五秒，美猴王。哎呦，猴子还是猴子，总感觉输出不够秒 TP。如果前期对线，猴子的话就是想打一个前期的一个线上优嘛，因为猴子前面游走比较厉害、啊。我感觉前期对线是五五开啊 ，TB 无解肥，这把危机点就很难打。这个 TB 会出现那种。想到了大圣，但是我看见蓝猫，我觉得大圣一般，但看这把 FY 怎么发挥了吧。是吧，有大圣中路这个 TK 肯定是无解肥的，是吧，八九分钟说不定你妈搞个飞鞋。 TK 打蓝猫还是挺好打的，这边 F 二就看上一轮什么战况。上一轮一 G 二比零牛逼，我操，牛逼又被二比零了，牛逼，我觉得是牛逼自己问题啊。哎，先知表弟的先知，一个提速的英雄，推进推塔节奏好快啊，击败两要打推进，双头龙先知 TB 是推塔，我操，这 TKS 就给猴子对面有 Tink 呀。猴子碰见蓝猫是不是滚过去树上掉下来就没了？他碰到先知也很头痛，先知开视野开树，他那个 TK 开视野找猴子，所以这把大圣一定要保中路呀，让 TK 早点出飞，这样的话对面就不好推。这把小狗是不是救人马一辆车？ Yes， 猴子如果能算车的话也可以好吧，猴子前期算车，后期就不行了。上树打下去嘛，一棒子，小狗出来。还剩五秒。怎么开树的多呀？土猫好像也能开呀，双头龙也能开呀，这他妈猴子好难受啊！哈喽，你们的乱刀先锋好菜啊！Hello， 老逼风，老逼风，真他妈菜，真他妈菜！老逼风怎么上来就坑人啊？老逼风，
你不叫流氓大呀？流氓大呀，老流氓呀，是时候得来。别说他妈的，乱战先锋等一下可以玩一玩呀，感觉还可以。啊，不是说峰哥来了，这个游戏就办了吗？对，好像办了呀。不跟他玩呀，跟他玩捡不到装备，我的妈！那个不是只掉钱吗？掉装备吗？掉装备。他有一个信使飞，飞到吃个角落，掉个宝箱。刚那个比拉比克捡了个大晕锤，我操！啊！我他妈从来就没捡过装备，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刷。这个装备是。哎，变到了，变了个肉山。我这边是穷鬼遁出门的话，是想打猎死路啊，是吧？小肉山跑得好快。讲道理，大圣就应该这种装备出门，跟波波卡那种一样，他前面能扛，能追着你。哎，你光买一个毒球，你就只能躲着，别人打你两下，你就没血了。一般穷鬼遁的话，会升那个被动。没没，还是别人对。哎，学什么技能无所谓，主要就是肉。看情况，看情况。二压一的话学被动，而且穷鬼盾让大圣有了一点护甲。本来是零点对吧？本来是零点，一点多5%的物理抗性，也不多呀，5%。但是起码不是零甲呀。零甲还有一个伤害加身嘛？零甲是-2%。护甲才伤害加身吧？是买个剪甲牌，他就伤害加身了。征战号跑得好快，小罗山，跑得千里。伤害这个火。这个是假表弟吗？我上面这个是真的。上面那个真的呀。坂田银石。坂田银石是谁来的？不认识呀。日漫动画人物吗？是银魂吧？银魂吧？是银魂对吧？谢平，我没看过这个漫画，我不知道。应该是。哎，一个滚 ！FY， 这就是穷鬼盾的好处。没穷鬼盾，没穷鬼盾，估计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没穷鬼盾肯定死了。那穷鬼盾肯定躺了呀。平时选择当三，不让 TB 无解肥。哎，这个分路还不错。那边 B 神在玩敌法，这边 Black 小 B 神在玩恶魔猎手。恶魔猎手是敌法的弟弟吧？这两兄弟长得有点像。哥哥吧。我怎么感觉 TB 要屌一点啊？感觉 TB 是哥哥，是弟弟，看上去 TB 更帅一点。是的。然后 TB 挂机了，这边从被动开始被撸了。挨了两下，难受。GD， 我们平稳发育下去的话 ，VG 沟这边就是一个三路游，对吧？小狗无解肥 ，TK 中路打蓝猫问题也不大。哎呦，但是怎么蓝猫下宝贝伤害？再踩一下，被捆一下。回复。哎，被动了。其实这种钢山主要还是要看人马的等级能不能起来，他能够让这边 TB， 他主要是遏制 TB 的一个中期推进，不让他快速成型。钢山等 TB 等级不高，如果不钢山 TB 他妈的两级一个技能都没学，他在干嘛？变身要学的吧？他想干嘛？应该是他想干嘛？他不学技能的妖路呀。他不刚上 TB 等级好高，我见过有些 TB 受不了的，一见面看见你三个人，直接开个变身就补刀了，先补两波刀。这个 B 是不学技能，补个刀。变身肯定要学 TB 好吧？什么样说你变身肯定。反正他现在 TB 很难受好吧？我觉得
学个变身学发 C， 等会找机会先知飞下来，先知下位，马上下位，下位飞下来四打三。对啊，他幻象没用的，是很危险的，密集构是很危险的。他对线不可能学幻象的呀，幻象有什么用啊？老哥，你把变身点了吗？老哥，绕路呀，老哥。这蓝猫打的可以啊，对面打听可不劣势。是的，看了一下，蓝猫对线打得很好。鸡波哥。哎，能不能打一套土猫卡个位？能打死吗？加个 W， 四层的马上，四层的。哎，这边 Warlock， 哎一下板一下变身，哎一下板一下，没到 A 到板一下就死了。哎呦，差一下啊！这边 Warlock 也是差一下。刚才猴子没 A 到土猫 ，A 到的话 ，A 到板一下就死了。等于说两兄弟都差一下。装备，蓝猫也是去上路控了个赏金符，然后打了一波四十二，大爷也打掉了，五级半。哎，反猴子不太七十二变啊，我发现都是走路走的，说不太。他在树林边上变，好像就是跳吧？你觉得？他没跳，他没跳，他觉得板跟被动。他好像是在树边上变的就是树，在符边上变的就是符。来，没变得走得慢呀。哎，走路上要无限变的，变到信使就走得快嘛。你在地上，你在好像看在地图上，别人是没红点的。他变的什么树走得太慢了呀？什么树啊，大药啊？走得慢呀，除非变到信使，两百一速合的。哎，我是说无限变。现在 TB 变成 CD， 就不怎么担心了。学了一级分神，打一脚。蓝猫这边是六级，吃掉了火锅。这蓝猫怎么这么肥啊？不到37个刀。他打野装收，他打了野怪的 TK 也还好呀 ，TK 16个反补了。但他等级比 TK 高。他钱也装收呀，钱比 TK 多。然后 TK 打得好凶啊，每次冲个脸，每次冲个脸。OTK。限制到六了，有大，感觉下路小心。哎，别下路减速。这个先手会不会出事啊？我感觉限制来的话，小心限制啊 ！OTK， 限制来了，耍了个大招。哎，我操！限制这个大好痛。OTK， 这边猴子被打残了。有上树吗？跳一下，跳一下，被毒球。跳一下，应该能跑。这边 OTK 也没死。哇操！这破脾气都没死人。一个滚，踩一脚，还有个石头，还有个死了死了，蓝猫来收割了。蓝猫踢了，哎，有人偷给蓝猫了，我操！我猫哥不好呀。R O T K 习惯性的。我觉得他们下路不能盲，不能这种随便动手。先知到六了，不可能动手的，别人不动你一手就不错。他们现在就不能打了，先知到六了。有先知一定要小心，别人不动你一手就不错了。而且到六讲道理，常识是欢路。不打，而且他们打 TB 是肯定打不死的，就为了 TB 防高血多，血也不少，有魔棒，13点护甲，12点 ，TB 的甲特别高的。是啊，有穷鬼盾。被沃洛可是拉了三波大野。好吧，等下 TK 收的时候很舒服。TK 就是靠着三波大野出飞了。感觉 TK 学个大，直接就去收了呀。还有魂技。这边霸气在裸点金手，他是想速飞鞋。好像没有买魂戒，有魂戒这也就是他的呀，直接就刷了呀。土猫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回家了？我是把蓝猫是一个伏笔啊。太肥了，这蓝猫。蓝猫打 TK 这么好打吗？我印象当中 TK 应该是优势吧。就是他打得好，蓝猫不好打的。他打得好，
我刚才补刀一直是蓝色吗？没什么蓝，杀不了吧？打没拉。我操，这个给视野，给视野加先知大，也先知大呀。主要是这个这种野猴子乱蹦很容易死的。这把这个蓝猫已经肥了，开树的多。在此这边开树，哎，下路这边滚到了沃洛克，一脚踢，接个冰封，接个冰封。沃洛克，小狗再打土猫，土猫要死，猴子打一下，再抓一下。Black 这边秒。我操，这伤害！不赖，魔棒没吃出来，这波关键十个魔棒没吃出来，都得死，都得死。他十个魔棒加，哇，这一波霸气的支援非常的关键啊！但是就一个香味鞋就开始支援了，马上能够做出点击。这沃洛克上去怎么又被打了？你去哪都被打。沃洛克想补，知道吧？他三级，他现在没地方补钢三。哎，上路这个塔有点危险 ，TB 来推塔了。哎，你看这个 VG 高的野区 ，TK 野怪全是两波的，好爽。谁拉的？人马大小狗，看到要秒。ROTK， 我爆。完了。换血，有换血。我操他妈有换血。还能追，就是赶过来，放出个倒影，前一发十一，这老铁，这老哥应该换人马血的，我是感觉。问题可是飞血了，他也没想那么多吧？感觉能换出血，他以为他换出血就。要换人马血，人马不敢追他，他不一定会死。上路这个塔没有，有塔防，但是应该是守不了了。这老哥也是惨呀，老 TB 二连死。这塔强守，这个塔强推强守，不想放呀，因为推塔这个东西反补可以反补掉，推塔这个东西你放着放着塔就没了，要反补的。下路大圣和土猫有声音，还好是这把 TB 不肥不肥，这个兄弟连死两次经济有点崩。蓝猫，蓝猫是个隐患，好吧？哎，蓝猫这边野区 ，OTK， 哎，还是要杀。哎呦，这两个，两个都有危险，踩一脚。有个加血，再滚，还是要。哎呦，怪不了小猫呀，这蓝猫有点肥啊，对吧？啊，这是一个赏金。这个蓝猫是完美节奏啊。十分钟十一级，看一下经济吧，5400。你们等级比时间还高。领先 TK 一千再打野，再控服。其实这个 TK 已经是无解肥了，这个蓝猫你们是无解肥中肥啊，怪物肥。还是杀人发育两波。哎，猴子。哎，他把猴子又关了。这种地方能乱走吗？哎呦，蓝猫和先知尽量是别在别人这里玩来玩去。他知道这里有眼，但是你的反眼没有队友，很危险的。干啥？6000的经济。蓝猫，我感觉他妈的13分钟就血晶石了。开锅火锅。哎呦，这节奏。买个球。这节奏。再控个符，打波野。他刚才干嘛不吃魂戒呀？这细节好像不太细啊，他吃魂戒不扔秘宝。人秘法和经济球是魂戒是吧？对啊，好像是没人呀。他可能觉得无所谓了。他很急，好吧，很急。13分钟血晶石的蓝猫得多恐怖啊！还有 TP 部分，好吧，对吧？这边表弟的先知相位战鼓在做一个引刀。这个蓝猫得多怪物呀！这蓝猫要日天吗？想日天。哇，这边也知道，他三波，一波兵的是，也长推了，有塔防，塔防开一下，这一个人守不了，下路是个加速，夜眼中塔已被摧毁，就把这个蓝猫直接 OTK 可以制裁，好吧，完美起飞。天灰下塔，哇，蓝猫武才大呀！哎，这边 OTK 跳刀了，沃洛克这边也是到了6级有大，开悟往下走，断一波蓝猫的节奏啊！他们有点难抓蓝猫，
好吧，他们这个阵容有点难抓了吗？控控比较少。上去了，想吃这边的。一只，哎，毛的蹲。哎，对，错误了。错误了 ，LDA。小七，哎，没看到吗？滚！毛都看到他。滚出去！跳踩。一个地。是土妈死的不冤，好吧，我只能说无所谓啊。这把 TB 的刷钱环境其实还可以的，破了两个外塔，野区兵线随便收。有局势，他都要再打钱。这个蓝猫是无解肥。这个蓝猫 TK 不舒服呀。这个蓝猫他不是纯刷无解肥，他是边刷加边杀人，他杀了五个人。这种蓝猫很恐怖的。TK 不好单干，不好单手。边刷边打，关键 VG 沟他们不太好处理这个蓝猫，就能 RTK 就踩啊，踩不到就杀不了。RTK 做了一千点血，有先知大，看他会动不动手。不会吧？哎，干死了！都 lock， 给定时了吗？哎，可以。他也怕，他不敢杀这个 lock， 他自己都要死了。哎，走，要死，要死，踩住了，一下。要自杀，可以，可以，可以，这老哥自己刷了一下这个蓝猫，节奏，这个逼你妈声音太大了。他这样刷沃洛克还是有点跳啊，主要是没队友，知道吗？对，他第一滚没滚到伤害吧，不然死了。这一波伤害打少了。哎，下路，哦，还好没飞下来，飞下就没了。蓝猫自杀，这边也是下塔被破掉 ，TB 呢 ？TB 的经济也是缓过来了呀，需要补啊。而且他缓过来了，五千多了，毕竟有三个万打的经济，这笔很会刷的 Black。这笔，TB 他只要经济跟小狗差不多，危机街就很难打。还好这笔细节不是很好，幻象补刀不操作的。小狗，现在这个蓝猫就没有那么恐怖了。大波人，16分钟，还是一个休闲室。这边危机哥也想拔一个塔。奥舒服蓝猫这波我操！奥舒服在说恢复吗？他没看到，但是他没看见，他想抓 TK， 但是这边有眼。哎呦，看见了！哎呦，吃了，好吧，没有装在身上。有眼，他选择了留恢复。奥数打架厉害的。下路这个塔推得飞起啊，先知加双头龙推塔好恐怖啊，液态火加小树人，哎，这边 RTK 直接一个大刀，双头龙，哎，卖了，双头龙已经放弃治疗了，这个塔这波危机也不赚，也不赚，对，被拉扯起来了，中塔没推掉，哎，先破杀，哎 TK没敢飞，我操，这他妈敢飞过来胆子就大了。小狗，小狗来了，要走了。他们是打一个边路带球干渴加推进，对，两路推啊，然后 TB 刷，只能守一路，出了一把引刀。中国队其实很怕这种战术的，就是带球干渴这种，一发两两作战，好吧。就是给你带球打干克呀，中国队很怕这种战术的。VG 的阵容比较笨重呀。哎 ，TK 带到了鞋子脸上。哎，刷新跳走。鞋子也不知道几个人，啪。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对，中国队的打法还是蛮怕先知小精灵这种，到处给你带的。全球流。视野呀，这个时候视野就关键了呀。视野的话，比金哥这边视野就可以了。这两个人差的。这个蓝猫也挺烦的，自杀了一次
又杀不到人，血晶石长不起来。他没那么怪物了，真的是。对。我在这儿呢。主要是到那波节奏，那波节奏没到，他现在还是很舒服的。这边猴子好像被看见了。哎没看见，没看见，这个是这个小树，上路又是双头龙，猴子这个小树还挺难发现的。哎，这才没发现，这都没看见，不动不动，不动就行了。哎，骗自己啊！他跑也是死，他跑也是死，你知道吗？只能说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不可能在地上动呀，你动你的话肯定就死呀。但是这边 F 啊还是有贡献，他做了两个很舒服的野位。不是，一般地图上会出现这个东西，人都会习惯性的往那里点一下。有些看不到的，像刚才第一线其实是没看到的，土猫就没看到。蓝猫比较细。哎，它是一棵树就没事了。它这个位置有点假，它是个吃树就有问题了。树就没事了，它变了一个装备。太有尴尬了。它是个树就绝对没问题，好吧？我操！这蓝猫在想，哎，谁他妈丢了一片树叶呀？土猫看到其实是没发现的。土猫是第一时间真的没发现，他发现是土猫先动手，好吧？蓝猫发现了。焦灼起来了，两边刷了。焦灼起来对危机接来说不是好事啊 ！TB 一直刷，等 TB 的经济跟小狗差不多了，小狗就不好打了。TB 本来刷的就比小狗快，这个英雄。主要是 PK 这个英雄有点被蓝猫克，FI 又看到了。FI 这一把被蓝猫大甩死了，被蓝猫单杀了好多次了。被蓝猫单杀了三次还是四次了？FI 死的应该全是大猫吧？对对对，四次。金可被蓝猫克，侠可被 TB 克。想办法，你这个不然倒没那么好的。OTK 啊 ，OTK 想办法啊 ，OTK 的成绩还是不错的。OK， 现在狙守塔呀，就在守。好 ，TK 转大哥。人马这个英雄在 TB 面前还是不敢撑肉的，你再肉他一个换血你也不接。还有 TB 速度高，你想上一把？但是人马这种英雄，他出个莲花，等你 TB 没血的时候，他给自己套，你是不是就换不了了？我记得上一把是谁的一个人马龙心，被 TB 打两下就扛不住了。人外有龙心，肯定有莲花了吧？等 TB 没血的时候给自己套呀，他应该是换不好。好像是小兵边的人马，龙心配那个莫奈特的 TB， 打两下就死了。神装 TB， 你要硬扛肯定是不太好扛的呀。这边又是双头龙，我差点没看到。他们也不救的，又是双头龙，两双双头龙。哎，先是踢了过来，什么鬼？一个人，他就一个人，就八个。他们这边也不救的，反正打起来。双头龙就三六三嘛。救了，他是酱油呀。对呀、啊，你这么多人杀个酱油。结果暗灭点金手，这个他空血开了个塔防。蓝猫还是想抓听狗。蓝猫头上有一个奥数符。抓听狗，蓝猫。听狗，蓝猫。给拉住了。鞋子没给大，抓到了。FY。FY 走掉。别在小狗脸上。这操作可以啊，这老哥。这个老哥这操作可以的，老哥这波要奥数符，找到先知，漂亮，秒掉了先知，蓝猫还没死，好的蓝猫你们好六，好六好六，哎，他这波是奥数符，没奥数符他死了，没奥数是死了，但是玩的也挺溜的，哎，他滚不了那么远的，玩的也挺溜的，换成一般人那种情况自杀了，操作，还好还好还好，把他妈先知给处理了一下。
波。开悟了，这波还是亏的。看到对面沃洛克没到。哎，奥 TK 很危险。霸气哥。不杀小狗吗？他输出不够。等小狗打那个野。输出够了，应该够。输出够，输出够，有土猫，输出够，有土猫的。拉住 T 沉默。哎，骂死了 K 了。那 TB 在追着人马在打。中间 OK 这边。有大蓝猫这边在追沃洛克。蓝猫没有拉。蓝猫魔不多了。蓝猫有大招，不然沃洛克也死了。这老哥有点恨分裂了。他还好没了。我们这次节奏是分裂断的，是吧？对啊。没有小小分裂。紫苑，紫苑了，已经都不太好打啊！现在 ，T B 狙击，没啊，蓝猫狙击第一，很难打，回去追着吧，很难打。T K 怕蓝猫呀，这是事实呀。小哥怕 T B 呀，主要是这一把，这边没什么人能 K K 克制。哎，这蓝猫也挺磕大圣的呀，猴子也被克呀，攻击这个蓝猫他还是开了自动攻击，飞的时候 A 了他一下，这就是自动攻击啊。对啊，他没开这个自动攻击的话，他滚过去是不会 A 了一下的。先知表弟，双头龙有个 T 没有留到，跳走，先知飞回家，先知摇出紫苑，两把紫苑，蓝猫克好多。来扶阿兹吧，也晕了，晕的感觉晕了。双子苑其实对小狗来说是一个，这个猴子拿的不太好。小狗他现在没有分身，没有 BKB， 再出强袭得不准秒了。又拉一个点限制蓝猫，看到双子苑感觉要出个 BKB。双子苑要出 BKB 啊，感觉分身都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万一打团不小心被秒了就尴尬了。他如果现在出 BKB 的话，他就打不过 TB 了呀。强袭之后出一个，开 BKB 也会被 TBS 的。这小狗也很难打，这边也看到了猴子。小狗打 TB 很注重爆发的，爆发不够就是被换血的命。土猫也是跳刀，不过 VG 哥这套双核发育的也还可以，好吧 ？ROTK。但是我不敢打 ROTK 很扎实，身上有个大斧头，要个莲花，无论是解紫苑还是防 TB 换血一定要的。你秒 TB 的时候顶在最前线的那个人必须得套莲花，而且还有土猫的沉默，发现没有，一个无解牌的蓝猫存在，这 TK 守塔都守不了。是啊，26分钟外塔已经都掉了，收线都很难收的。就是我说一开始说这收塔真的只要靠 TK 一个人吗？但是这把 TK 其实还是挺能刷的。哎，对，发现了，猴子。哦 ，FY 要那，我没给到吗？小狗来了，跳走。我操，这反应！跳刀面。哎，上了双头龙，人马跳台。给你杀双头龙，但双头龙也不穷，好吧？双头龙。这个老哥可、啊、该杀的要杀呀，你给我杀！1-5-2，这老哥在这里干嘛呀？带线，他是带线。啊，断步兵他起来。打信息。下路。小狗。哦，还好，开出摸面。有眼。有眼，还好有眼。那紫苑刀就扑街了，直接扑。等蓝猫就 PK， 蓝猫 PKB 之后，他就可以强切 TK 了 ，TK 打他就废了。TK 在出什么吹风？有必要，要出个自爆的。吹风绿障肯定要有一个的呀，但是蓝猫太肥了。吹风好呀，吹风起来跳走，然后再刷新，再吹风跳走。奥 TK 好肥啊，龙心了，再来个莲花。这个塔打他好痛，这个塔打他一下。掉60点血，掉60点血。哦 ，TK 还是挺飞的呀，龙心。三盒呀，三盒成了呀，已经。天辉中塔已被摧毁。流马。TB 这边也是马上冰眼。这把这个 TB 倒是没什么声音，除了在刷钱。他现在肥呀，你看那经济难保了。这边是小狗。给霸气。碰到一个双倍，带个盾。知道了。
这边还在蹲 Tinker 下路的双雄，这个盾可以。他们这把一直想抓 Tinker， Tinker 是没，只被抓过一次。哎，蓝猫踢了，醉了，我就醉了。这个吹风能不能踩？没踩。哎，先知紫月 TK， 紫月 TK， 但是还好有乌洛克。猴子这边倒下，先知也倒下。蓝猫没魔了，马上要踩。拿到了 BKB， 对，这边 TP 还有声音的。TP 了吗？TP 是直接扭头就跑。我操，这个老逼。卖的还是果断。这个老哥除了刷钱，没看到他在干嘛。这个老哥就是刷呀。他闭眼了。好吧，作为他的队友，我是这个酱油的话，我心里会很难受。赢了是不是？但是这把他前期很穷，他肯定是吧？跟他队友说了，哎，三十分钟之前没我，刷到三十分钟了，三十分钟以后三十分钟，哎，这个时候我有那么一点点声音了，他给了他队友一个信息。好吧，我不愿意保这种大哥，我保雕哥的原因就是雕哥嗜血，我就喜欢这样的大哥，保起来舒服。干妈的，干我龙神！雕哥肯定这一波是雕哥，他会说不打，我真不信。肯定要打，干龙神冲上去就先打了再说。雕哥肯定会说他们凭什么跟我们打呀？然后 TK 三千二的血，当不了吧？然后就输出。我有时候打多塔，我冲上去，我知道自己必死，我也会冲。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就是要打，打个游戏对吧？不干人有什么意思？哎，这边踩到，但是没队友跟。TK 要出把羊，好吧 ，TK 要搞把羊，再出了。不要羊，这蓝猫太肥了，需要羊刀来支撑。金刚一样，我操！令人惊奇，我的。啊，预计勾胜负，我感觉就在这个 Tinker 上面。Tinker 如果没声音的话 ，Tinker 打他不能第一，基本上黑了。他不能第一时间死。他不好死了，人马也上大。买到了吗？快了快了，人马好肥！肥呀、啊，这把。不是，他们这种蓝猫先知 TB 不出山，处理不了这个人马呀。对啊，他就无限刷。哎，这个 TB 怎么知道？他们没人出莲花、啊，连打他被 TB 信使变成飞的信使了，我操，在天上飞。这个信使还挺难发现的呀。哎，也是走路的，没血条的呀。不过这个熔岩肉山太明显了 ，RTK 炸了马上，哇 ，RTK， 哎，但这一波有声音 ，Black， 哎，这边五个人呀 ，FL 这边是五个人，老哥，他本身补不用了吗？突破一下变身，哎，紫薇扛不住 TB 输出，扛不住 ，RTK， 哎，这个 TB 怎么分身符和那个都不用啊？是没死，小哥拍了几巴掌。这个 TB 好蠢啊！E和分身符都不用的，不然 TK 死了。哎，他分身符那个都不用。跟 TK 一换一，但是蓝猫小狗这边打不过，小狗马上要踩。TB 没有换血，没换血了，漂亮。哎呀 ，TK 是必死的呀！刚才那种情况是必死的，必死的，分身符和那个都不用。他他妈就死了呀！二技能大也没用，满血了，好吧，有龙骑。但蓝猫是不是单杀这个 TK 去了？刚才这波要杀我 TK 死了，我感觉。切乌拉克被霸气两拳打杀了。对，蓝猫第一时间没有开牌没有问题的，就蓝猫第一时间打后排，前排人马先秒掉。我感觉人马要是死了，危机接这一波就灭了。小狗站起来打不过 TP 了。人马死了打不过的，人马没大开出来，死好多人。人马把大开出来了。人马现在，哎，这边鸟是被谁杀了？对，蓝猫，滚杀，被蓝猫还是先知？干嘛把先知呀？蓝猫 A 都没下胡了，到现在。吴总在说是被蓝猫杀的，我以为吴总看到了。先知杀的吗？先知，蓝猫没，蓝猫胡了，到现在。我在看蓝猫，蓝猫在中路。蓝猫刚是追人马吧？对对对。对。不过刚才刘畅把蓝猫的那个超神杀戮终结了，搞了一千块好了。
1000块。哇，这个仙子出了一个血蜡。哎，注意这个仙子了，这个仙子其实很脆，只要扑到他脸上两巴掌就死了。血蜡就是对人马放的，对人马放一下，他人马又没莲花结。TB 刀刀暴击。接秒，哎，这人马顺逃呀，他路又没用，看到血蜡。血蜡给他靠一下 ，TB 刀刀暴击。没有其他人出。被血蜡和 TB A 的话，肯定是肉不起来的。人马肯定被秒，而且这边没有什么救人机啊，沃洛克就一个这个微光。并没有像勋章这样的道具，为什么要出 A 杖不出莲花呢？勋章也没用呀，快到血了哈。欧美，一叫莲花，还下莲花。哎，开悟了，瑞吉哥。金子的话差2000块养刀了。横着走。OTK 准备好呀！哎，这边 FL 也误打误了，误打误，被爆狙了，打不起还没打起来呢，有点像，宝哥，有眼看到了吗？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哎，破雾了，直接破雾了，我这边雾消了是，雾消了，对，感觉到了，这边秒秒 OTK， 来吧，打直接，我靠，被沉默了，我靠。这边 OTK 全部打光，哎，这个 TB 先知死了，我操，这个 TB， 哎 ，TB 把人马带走了，蓝猫，蓝猫，他们还是打赢了，他们还是打赢了。这个 TB 第一波在干嘛？你们知道吗？他在晃圈 OB， 他第一波在边上跑了一圈，在 OB 不打人马，打人马，人马大紫月那段时间就打死了。大紫月人马他没打吗？他没打，他变身都没用，他在边上跑了一圈。就真正跑了一圈，转了一圈才开的变身，才开始打人的。有那么蠢吗？真有，我刚刚看了 TB 的。说先切我那头，再搞猴子。你回放一下，你看他在 OB。这个吗？哎，这边找个小狗，哎，注意。啊，猪。哎，这边 TK 飞过来，抬手放一个激光，哎，吹了一下蓝猫。小狗直接要到了，也摸免了。小狗没死。这个吹很关键呀。好吧，确实是欧了个 B。TB 这边晃圈，太蝴蝶了。没还是挺黑的 TB 的话，那打这就没什么。蓝猫也是马上冰甲，还好上一波 TK 没死了，这样的话下一波他应该是可以做出羊刀。和我一起，太棒了！但是这把让你切，做羊放羊了一仗啊。哎，不让钱，我操！全拍完了，就把这个蓝猫掉了。讲道理，有宝石的存在，那他妈是真的很讨厌。之前 V 机构的视野是不错的，如果眼都被反了，很难受的。霸气在做分身。两把血姬的话，我感觉一个分身不一定够吧。现在一把血姬，一把紫苑，相对来说 BKB 好一点，而且还有土猫的沉默。打团是够了，我感觉打团是够了。还有土猫的沉默，双头龙的冰，蓝猫的拉，是吧？控制很多的，很多控的，分身也行吧，我觉得。他分身秒变黑，打团一波变黑是能开出来的，但是第二波就不好说了，好吧？第二波对面还拉不直，滚到下方一放打也打到六个人头送脸上，送一个。哎，那边蓝猫是看到一个假眼，蓝猫也是满冰甲，不，现在最好是等一下这边 ，TK 的阳了吗 ？TK 阳了，阳了呀，这边哎，单杀表弟，哎，阳一下，再阳，哎，好大的。马，赶紧走了，走了呀！杀死了。其实第二次这边在打盾，没卡到视野的话，就听课就死了。没卡到视野，听课要杀先知，蓝猫就来了。蓝猫就飞过来把他收了呀！打个盾。只能说有蓝猫的情况下，这 TK 要单杀的话，还是要拘着点。很危险的，蓝猫是半平滚。
龙神龙神 TK 能刷新分身吗？可以，但是不能多，最多两个。要是能多满地和 TK 幻象，这里丢两个，那里丢两个。TK 最屌的时候也就刷一个秘法 BKB， 这是 TK 最无敌的时候，有个版本秘法 BKB。TK 以前有个版本可以刷点金手，你知道吗？坦克，我也是康普顿。有个版本他可以刷点金手。那个 TK 开 BKB 就变身了。有个版本是无限 BKB。无限 BKB。好早了 ，DOTA 一的时候，那个时候黑鸟开 BKB 变成一个车，我靠。雕像嘛，那个变成那个回血的车。我玩的年代就是可以无限刷 BKB 的，6.48。我6.48开始玩的。安吉拉乌啦，有一个好屌那个变坦克，我刷的时候 TK 好帅，可以他妈 B 打五，真的可以打五，这个就是一打。那个时候就是 BKB 西瓦站在你脸上打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BKB 西瓦在人这里去了，无敌，那是无敌。哎，你们有知不知道有一个版本可以刷点金的？刷点金，嗯，妈逼啊！有这个倒不知道，刷点金就太 bug 了呀！我跟你说有。分了兄弟，他怎么玩？打 RPG 了呀，刷点金，开多 BP。可能以前的点金加成没这么多，但是有个版本是可以刷点金的。他刷点金，他 TK 只要把点金改得很快，好像是有这么一个版本，但是我看到一个更新日志改动说 TK 不能再刷点金手，我他妈的说，哎 ，TK 还能刷点金，我当时就惊呆了。那应该是 bug， 那应该是 bug， 那不是，要么就没有，有的话也是改得很快。历史上就是没打过这样的版本，没怎么打过这样的局。因为肯定会秒改的，那是个 bug， 最多存在一半天，我跟你说。能刷点金的那也去没了呀。可能那个时候点金没这么变态，点一下就几十块钱，或者哦，点一下刷没金钱吧，好像是。对对对，可能没这么变态，那个时候点金。这个变态了呀。你被摧毁。哎，上高了，维基哥。小狗带盾。那么，莲花解掉，吹起来。还有沉默。记住，还是要秒 TK。我操！挡不住，他还是挡不住。我洛克大有交了，那这样的话，我洛克，小狗，小狗有盾，猴子开出大招。小狗不能死啊！小狗死了就两条命了。好像都要死了。开个分身 TK， 这个牙这边被牙了，完了，紫月 TK 怎么来了，还有换血的 TB 活了一个换血，小狗钻了钻树人，钻树人，这树人拼命的往家里跑，没时间要到了，这树人时间要到了，他这必死啊，霸气必死四秒，哎呦，这个塔扛不了，大紫月 TB 打人马是真的痛，不是呀、啊，这小狗有盾拍塔，你这个阵容，啊、这个阵容 TK 就是真的没办法上来，他上来不是 TK 的问题，这波是人马大意了，人马躲在后面看着小狗拆塔，对对对对，这人马 TK 打团是肯定要来的，你不可能不来，人马没有把大放出来，这波直接被人马躲在后面开大支援小狗就行了，有个莲花死不掉，结果不是有一套叫做赖皮狗魔高战术吗？就是赖皮狗魔高战术，就应该让小狗魔人马在后面看着，人马被秒了就尴尬了，对，小狗他还有盾的，小狗能买吗？小狗能买，要交买啊，不交买破路了，守一下防御塔，保个火锅，各路都在被拆啊，各路都在被拆，但他们这上高就猥琐的一逼，在高，有人马在，感觉，感觉这边 face 还是比较怕的。TB 有换血，对 TB 没有，主要是 TB 没有变身。小狗，还是想磨掉一个高地塔这边。可以打火锅呀，磨掉高地塔这边。哎，小狗，小狗十秒不舍得买。一个没有，然后切了。小狗还有九秒，这边马开大就 TK 救下来了。蓝猫没蓝了，有宝石，蓝猫能打下来吗？但是没有反影了吗？人马一脚踩，没踩到。天空了，杨柱，这边是先知，收割。对，吸气加的很好的。找个宝石宝石出来，好吧。这次的话，我上边的高地塔也是输了。这个老哥 TB 每次打团他妈的跑第一个的就是他，我看出来了，第一个跑的就是他。我感觉 BG 哥现在打团人马只要开出大，好吧，这个团战还是要好打很多的。打的 TK 死不了，蓝猫切不掉 TK。
刚才蓝帽切 TK 被人马大救到了，没人马大 TK 还是要死的。刚没人马大 TK 就扑街了，有大紫苑的那个伤害。所以说打团 RTK 一定不能就是被对面看到。猴子这边更新了一个引刀，主要是他现在他这个4300的血是对面是能秒他的，是的，就怕他以为自己很肉，是吧？然后冲上去被秒了。先知这个出装输出还是很足的，打人很痛的。这边小狗是更新的金箍棒。一杠三杠七，这个兄弟六神了。感觉六神少了一个金箍棒吧？撒旦也没有呀，少个撒旦，就是撒旦吧。TB 六神一般不出金箍棒，要出也是出大炮，我感觉，要么大紫苑。要出是大紫苑呀。大炮大紫苑出。有 TK 呀、啊，是吧？有 TK， 有 TK 可以考虑一下。我觉得大紫苑或者金箍棒吧，傻蛋子吧，有 TK 出了没什么用啊。我感觉就金箍棒了，他们这边紫苑已经有两个了，再出一个就没必要了。可以出金箍棒，有两个紫苑了。来，他这个魔术消水了。这段时间，发现人马，你妈的，打的 A 死了，我操！反击光环。马上就有25级反击光环了，扫心的呀，老队长，还可以卖个道具，卖个挑战。不过老队长站出来还是蛮关键的。老队长如果不肥，这把就输。老队长这把声音很大。蓝猫看那个卖了挑战，更新刷星球，但是他现在千万不能大意，现在他不能死，一死的话就血崩了，买不活的。他刚才上方那波被秒之后，他应该会小心了。海龙布，这一波好吧，只要 RTK 不被秒，两个大好吧，对面打不过。他走位很缩，看得出来。哎，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哎，还、哎、好这边拿到缺房子，这边拉住了，秒掉了一个沃洛克开出大招，猴子还没死。TK 过来无限摇一下，蓝猫要死了，再摇一下，秒了。TP 换了个血燃冰卵，还是要死，漂亮！我操，这羊刀 ，Tinker， 无限羊，蓝猫在那杀猴子，杀着杀着无限羊，这猴子好像是有引刀，然后蓝猫没宝石，粉也没开，他有粉，不开粉啊，这蓝猫这边三大哥都能买活，他粉也没开，但是 TP 这边买活是没有变身的，猜他妈的，我抬走了呀，这波两路。两路直接打 GD 了，奥奇哥的扛塔，我操，稳一点的话就两路嘛，稳一点的话就两路，可以稳一点，好吧，蓝猫马上活了，不是奥奇哥这个扛塔很关键啊，这两个塔扛了半血了快，他可以无伤扛呀，奥奇哥让队友打，直接拆 GD 了，不拆下了，没有变身，没必要打 GD， 破两路稳的一逼，两路吧，买活再破两路。这样的话买回也交了啊，这个手上捏着两个大鸭子不别被秒好吧，这一波别被秒，买回哎呀，老铁要被追了，粉了，这个兵忘记开粉了，但是好像秒不掉，给那个蓝猫查一下，被压了一下，蓝猫被秒了，再刷新再查一下，一个羊双头龙，再来一个羊，三连羊，三羊刷三个，不带走，他还没放奥奇哥，还有一个打。这个后期听可羊刀走心了呀，走心，羊刀很走心。刀配合这边龙马的 A 杠大，好吧，这一把我想说的是，这个 TB 真是，这个比好远、啊。花了10000的经济打了极少的伤害。他好远，我很想看一下他这场打了多少输出。我感觉没两万，好吧。
两万多一点吧，我就两万不到。Break。Break， 看一下。两万出头。两万二。两万出头是吧？看上去也不低，但是他的数据一杠五杠七。他打团战真的好眼，这个比。他这个装备打两万，两万出头的数很少的，两万二比蓝猫还少。他这个装备随便打打就两万了。他的输好多输出，我感觉是打那个大职院的人马，有一波。对对对。那波人马就打了四千的输出，我感觉。很虚，好吧，他打伤害真的很虚。他怎么换血小狗打人马打的都是肉。IGB 还在锤。哎，吃饭了，我先吃口饭。哎，有饭了吗？吃口饭。吃饭了吗？吃口饭。所以我们中场休息，看一下 IG 内战，好吧？给我们去吃口饭，饭过来。IG 打 IGV， 太棒了！三万敌法，低神敌法师。干上一天，俺也乐意。上场正受到攻击，烈焰上场被摧毁。正受到攻击，炼金术才是未来。输了。
咦，这什么 bug 啊？喂，是我直播崩了还是 DOTA 崩了？现在好了吗，水友们？现在好了吗？Hello?Hello? 今天没有苏球给大家切视角，苏球好吧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没有苏球给大家切视角。换碟，现在没碟啊，兄弟们，没碟，没得看。哎呦，啊，你可以为所欲为了，我能怎么为所欲为呢？我还不是要直播解说比赛，我能怎样呢？我还能怎样呢？这帮水友真是没出息，就知道查房查房，这有什么好查的？查房有什么好查的？要就去开房，真是没出息。我还要结束比赛，没有时间，没有空。